观众，诸位菩萨，大家好！现在又可是咱们演讲这个《楞严经》的开始咯。今仔日《楞严经》呢，进了第144天。那么咱常讲的这个修道人，那会当把这个道生累劫这个恶的习气给净化掉呢？哎，这人渐渐都有法度入道了呀。咱之所以无法度入道呢，就是因为道生累劫的习气呢难以净化，所以才遐尼啊困难呢来入道证成菩提啊。那么佛陀唔在讲这个摩顶铁路呢，伊虽然道生累劫的习气，因欲心遐严重，经过听念研究，听呢佛陀说法，得到证三个、四个咯。何况咱以为有这声闻学的声闻呢，本身自己又搁发这个无上的菩提心，靠迄个讲未开悟见果成佛的理由呢？佛陀就安尼个反问就对了。好，咱注意来看这经文哈，听有无？地上淫女啊，无心修行，心力民主。俗净无学，摩顶铁路呢？俗世习气比任何人都较深重，常属于淫女，真难调伏淫荡之念。虽然如此，但是也可能因为心就不可思议之力暗中助助，使得伊俗净无学的高位。可见这种不可测量的楞严成就是如何楞严？你注意看有清楚吼，这完全是要展现出呢，讲这楞严就伊的心力的意思啦。伊意思就是讲啊，摩顶铁路呢，伊过去世多生累劫以来，伊音乐的念呢，比一般人搁深重呢。属于这淫女哦，这方面呢，那么这种真调伏伊这个男女啊，这欲望迄款念头难调难伏啊。虽然是安尼讲啊，可是呢，那么在这楞严就甲吹咧甲地呢，伊渐渐呢，这淫欲心伊就净化，伊净化，伊净化，叫做楞严就呢暗中助助啦，甲助润。然后净化一切阴念的了，甚至到最后进入这无学的高位啊！安尼可见这楞严成就，伊这为咱呢真不可思议，是何等的楞严啊！这段的经文就是讲咧啦。好，过一段咱注意听下，伊咧讲咯：银河逆定，再会声闻。求最上性，决定成佛，这就是说明了俗世习气特别重的淫女摩顶铁呢，都能以心就呢自助分析而得证道果。难道恁在会楞严会上的诸位声闻大众，已经愿求最上性的一佛性？已经决定自信成佛的人，怎能不如摩顶铁路啊？怎能未被这个成就的民族而正果的道理呢？吼、这段就是咱释迦牟尼佛呢对以为声闻弟子的期望，讲难道你无信心吗？
摩登铁路伊个宿舍是伫遐尔东路，都有在调呢，还有灵验咒来使得伊啊来净化伊淫欲之念。何况咱注意新闻的地主啊，也已经发过菩提心，要行菩萨道咯，已经有信心成佛咯，佮加添这灵验咒呢，好啊上持，难道呢恁无信心吗？无信心正成佛的各位吗？哦，这是一个反佛道呢，那我伫世间人讲的佮激将法啦，啊。一方面也个激将，啊，一方面呢，甲鼓励，讲你要有信心，绝对有希望的。业障遐尔重的人，都会成佛路，何况恁呢已经道生累劫有修行的人啊？即款哪里是成佛的理由啊？哦，佛道即番呢，甲这些声闻弟子遮尔大，也一款的鼓励，很有信心吗？所以呢，佛经讲一句话啊。华严经安尼讲啊，伊讲身为道源功德庙啊，供养一切诸神经啊，意思就是讲，咱要成就道，要成就道业，成就咱的菩提，甚至成就咱的福慧要圆满呢，信心非常要紧。哦，讲身为灵道啊，你若无信心呢？讲起道生死，开悟证果，一切免讲啦。世间人讲叫做免人啊，问伊到底要人唔人呢？是问伊信心有够无？世间人要做一个事业，要做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做一个工厂的董事长、企业家呢，伊相当有信心，非常勇敢的人。我找无有一个讲这个大企业家讲伊无信心、伊无勇敢的啦。伊的信心甲付出呢，哦，不惜一切代价啊！哦，你看咱社会上，咱这台湾报道呢，真个大企业家，我虽然啊无甲伊亲近，但是因为呢，因的付出甲信心、努力拍拼的点点滴滴啊，能构成伊成功的先决条件，信心第一。那么咱人啊无信心啊，活在世间呢无希望。我伫说世间诶软趴趴，未曾起步时，就互家己心软落啊，无信心咯，安尼以后拢免讲啊。咱修行下骨也是共款啊，所以呢，佛祖甲伊讲啊，以会所有声闻弟子咯，恁哥哥已经回首向大行菩萨道，要修福慧圆满，要三界个圆满，要证成无上菩提。那么恁这款人哪里是幸福的理由啊？摩登铁路的音乐心遐尔重，佮比任何人较重，伊都有法度正成三个、四个罗汉咯。何况恁已经道生累劫的修行呢？好、哦、注意啊！这段或者新闻的地主是带来无比的信心佮希望的，所以莫怪讲真侪人做个亲近佛陀身躯边啊。听佛祖一息的佛法呢，开悟证果是非常之非常之啊！好，是不听好？经文伊个讲咯，譬如伊顶呐，养于顺风，有何感想？顶是譬如新旧之力，顶分如果无上顺风飘扬，就会被吹进。这话就是讲啊，哎，顶是代表呢，这灵验心就意思，有这威力，有这灵验，有这作用。那么这顶分如果呢，也为这顺风的所在去，比如风吹西边去呢，你甲将这个微细这灰尘呢，甲摇这风去呢，都顺利就吹去西边去呢，吹甲一干二净就丢了。这代表讲，你本身爱修道，道心坚固，信心有够，愿力够有够，加添你勇猛的精神呢，顺风杀刀墙啊，一扭破千斤啊，一切执着，我万言执着威强东风啊，什么代志拢已经圆满成就啊，
独独就等候成佛的时阵，等候开悟证果时阵，是往世界找无一尊佛的菩萨，讲伊开悟证果当中，讲伊无信心呐，个个信心百倍啊！所以呢，卖讲是十方诸佛啦，我个人也同款。我对着我开悟证果是充满着信心甲希望啊，因为我信心有够，愿力有够，所下落勇猛心我也是有够，威强东风啊！所以呢，修道人上加一度心啊，软趴趴呢，风吹草动就东倒西歪，未堪你外口境界小寡考验者呢，靠你家地四脚跳跳倒个。是名为可怜呐、啊，你最清楚哦。好，那几个听好，听好哦。世尊的意思是，宿舍习气啊，虽然是沉重难以度灭，可是一旦悟到这心咒之力啊，就会如同冰粉呢，悟到这顺风被吹动飘进呐。绝对无半点的艰难、危险与阻碍，就是像我讲的，佛陀用伊即款来压这个冰粉呢，是一款譬喻呐。风吹当平地，这压起呢，顺风呢，啥都成啊。哦，足顺利的。你啊种热水呢，行舟迄个困难啊呢，水当平流来，你为西平呢，要甲。甲坐船啊去呢，好逆水行舟啊，是极困难无比的。啊，即嘛唔是啊，顺水呢流行舟啊，哦，这个船啊这个过的。啊，这飞艇风吹动呢，你摇一动，伊顺咧水面就吹过啊。代表讲你的信心有够，愿力有够，智慧有够，有去用功修行，佮加点佛作为暗中的敏敏的加持咱呢。哪里未幸福的理由呢？也用于在这所在。好，那诸菩萨去听好哦。那么下面的经文，佛祖在经典就讲咯：若有佛事，若坐道场，先持比丘清净境界，要当选择界清净者，第一沙门。以为基础，若其不悟真清净经，你戒入已，必不成就。戒成以后，足心静依，人用含机，上处心佛所随成就，一百八遍。然后结界，结任道场，求以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奉大悲功来观其境。这段，那么咱来注意看呢，来了解三分呢。那么现在咱讲做白话文比较呢，就七成呢，我都全部呢突出来了解啊。来讲做白话哈，咱注意了无？假使在末法之时，想要安居道场，就需要先修持比丘的清净根本境界。最重要，应当选择戒行清净的第一点沙门经，做伊的师父。如果呢不能悟到戒行真正清净的比丘经，你所修的。以戒律为宜，必定不能成就。修戒成就以后，就穿上洗净的新衣服，然后燃点香木，住在寒静的室内，持诵这个无为心佛所说的成就，一百零八遍，然后结坛，建立修道之场。祈求十方世界内底，现在住于佛国净土，至高无上所为如来，放出大慈悲心的佛光，
来灌注五人的头顶。你注意看有清楚吼，这无介困难咯、这意思就是讲，讲在爆发时代，所有的 B 球甲 B 球呢，那么伊也要建道场，要静止修行呢，咱就要先甲 B 球界、B 球呢界甲饲好，来选择一个界体清净的 B 球精呢，作为咱的师傅啦。那么如果呐无法度选择一个界体清净的出家师傅作为你的这修行依据呢？你要持戒清净，不容易成就。那么，既然修戒圆满了后，你个身躯洗好，家事洗好，就穿好是。然后安住一个清净、无污染、带清净的所在呢，就开始诵持呢，这个佛陀的楞严咒108遍。然后结界，建立这个道场。当时甲释蒙诸佛呢，甲祈求，祈求讲佛祖慈悲，放大慈悲功能呢，来普照灌注我头壳遐顶，我身心清净，安住伫这个戒法，然后反闻诸性，我明心见性。一用在这说，好，就听我。那么修禅定的当中啊，这个选择这个名师呢，非常要紧。那名师先决的条件爱持戒清净呢，那么持戒不清净，不能堪称叫做名师。所以持戒清净，才有法得到这个禅定呢。那因为有禅定了后，才发出这个无漏智慧。这个无漏智慧，才有法得顿等三毒啊，见思去净化掉，无明去顿等，尘沙顿等，就是三去断尽呢。那早唔早，我都正成无上菩提啊，不唔得。可是我要甲注意讲，在这末法时代，讲要持戒清净的比丘啊，是不容易啊。尤其在即马这科技进步，这个发达文明的社会呢，那么是五欲六尘真旺盛啊。所以呢，若无相当愿力甲道心呢，往往比这个五欲六尘之境呢。古拉十爱跳陷阱去，所以持戒清净不容易呢。所以也先决的条件，念书都要有修戒清净。那么邪书呢？邪书就是无修戒，家己无修戒，佮反对人持戒，佮加念思想有偏激偏执的呢？咱称呼叫做邪书呢？你注意清楚哦。这邪书真多呢。因为在这无法时代，下低下间的出家众啊，非常的多。我按照这楞严经头前已经讲了，我重复佮讲一遍，注意听哦。楞严经云：处处众生，气佛渐远，邪书说法，如行菩萨。诸位看了明辨吼，这意思讲。咱无法时代的众生啊，离佛祖愈远啊，众生的福就愈薄，慧就愈浅。那么亲近善知识就无遐有福气咯。接着呢，气佛渐渐疏远，因为释迦牟尼诞生人间，甲离开世间，前后离咱即马因为3000年啊，叫气佛渐远呢。那么下低下贱的出家众爱师傅呢，说法的人非常的多，亲像幸福沙遐尔多啊。幸福沙一沙直接代表一个说法者。那么幸福沙你看偌济沙都无量无边呢，所以唔使讲，处处众生气佛渐远呢，下师说法如幸福沙，什么亲近一个善知识一个名师呢？那无多生累劫的修行智慧的判断力呢，往往认邪师为名师了，我感觉真危险的代志呢。所以常讲一句话呢，明经含古经有差别呢。何为明经？
明精宗伊知名度悬，真出名，叫做明精呢。高精就有修行，修到开悟正果，出世圣者，会当引导咱出离生死，顿证六道。即款人堪称叫做是高精呢。咱就爱做高精，唔忙做明精。做明精真简单呢，但是要做高精就不容易咯。我正讲。这个高精啊，有包含着明精，明精无一定有包含着高精呢。安尼就有明白无啊？因为高精之所以高精，唔是讲伊身高180公分叫做高精呢，爱住伫山顶海拔呢3000公尺以上叫做高精呢。那你叫做误会啊！高精就是讲伊思想观念正确，甚至已经修到。了解诸法的空性，和三法印相应，应出离三界的圣者，禅宗呢会当使着咱，引导咱，或者出世解脱的善知识，咱称呼叫做高精呢。那么明精中以知名度真高呢，知名度高，当然嘛就高精的成分，但是呢，高精呢有包含着明精，明精不一定包含高精。我听真济啊，足出名，嘛是阵出名出奇人哦。哎，还有一处呢，电视机个访问呐，请这问师傅，咱人修出来有舍利子哦，修行人讲修出有舍利子啊，请这问舍利子的由来是安怎诞生的？正言这个足出名出奇人个回答安怎呢？伊讲这就是哦。修行修足久了哦，练精化气，练气翻神，练神翻意了。然后三圣结晶，我听一下阵，心魂强强的都偷走去，听一下强强的魂气了。下低下贱，下了有够功夫，下到有人卖，下到有人去菜市啊发玲珑呢，下到有够功夫。但这个法师是讲出来的，人人知影，相当出名，有够界啊。下知下见，人伊嘛叫称呼叫做中路啊，称呼大法师啊，我则深深的体会讲，明精无一定包含高精，高精有包含着明精，这个问题相当要紧。我嘛奉劝咱诸位在座依会大众，如果有机会你若出家修行啊，你要做一个高精，唔忙出一个，做一个明精。你最清楚吼，伊讲啊，舍利子是安怎诞生的？竟然甲回答这下低下贱道教的观念，外道思想共，凊彩塌塌的，凊彩回答的呢？当然问的人伊有神经啊，伊听了，哇，接受错误思想的中毒啊，误导众生啊，那么伊嘛真欢喜啊，是讲病病神经忙导致了唔对去。到处了唔少儿童家己啊，后卖争论啊，受苦嘛是自作自受啊。这平平善根，莫到处了唔少儿，爱多参访归家，然后世间人讲，多参访归家啊呢，煞袂去哦，食亏了就是呢。卖一个了就跌住落去，跌一个等后错误了后，什么浪子回头，已经你的岁月浪费一段时间去啊，老啊。阿无呢，就咧后悔，这样诽谤，那就唔好。所以这个问题真要紧啊！到底咱人的舍利子是安怎诞生的呢？伊金光明经就讲啊，金光明经就讲啊，讲舍利是无上福田呐，是由界定慧分析而所成。你注意听有无啊？这舍利子，翻译咱这台湾话叫做坚固子啦。非常精、非常精的物件，即得有修行才有法度。修这持戒，又戒了有禅定，有禅定了发出这无漏的智慧、八戒智慧。安尼戒定慧三无漏所成的物件，哪里呢？像迄个下地下见的明师讲的啊，练精化气，练气翻神，练神翻意啊，这道教的产物啊。完全是唔是佛教物件，这个出家众我就感觉真纳闷，
这敢是佛门中的外道啊？所以咧修道当中诶，就是千千万万啊，修道过程当中，爱以戒、以定、以慧的修行，都袂唔对啊。哦，所以修行我一个原则，我讲经讲无几句就引经引论，讲无几句呢就引经引论，安尼咱最起码袂脱离这三宗教典的范围。哦，何况咱也无开悟正果，是一个十足的凡夫啊！哪里会当呢？家己以家己意见甲观念讲会出就好啊，搁加添以外道思想，甲众生搪塞，凊彩应应的呢？安尼自我误人，莫怪《楞严经》讲啊，处处众生气不渐远啊，邪思说法如行如沙，邪思同邪知邪见的。你输啦，出条行路煞很滞啊！所以修道过程当中，爱亲近善知识非常要紧。因为呀、《楞严经》有讲，即亲近持戒的清净的比丘为第一啦。所以有持戒的师父，才是咱的善知识。这个师父若未持戒，佮反对人持戒，讲心平就好啊，心好就好啊，唔免去修戒去持戒。即款咱走有哪辈呢？走远远连发源头甲看到面，免源头搁看啦，免啊就对啦。所以亲近善知识，这个善知识要有戒律观念，道理在这所在。哎，你自然变好，好，做个条哦，啊，别个条。下面就是咱这些魔力粉呢，搁甲阿兰尊者交代话呢，好。注意听哦，阿难，如是佛世清净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断袜，心灭贪淫，持佛境界，于道场中发菩萨愿，出入诸业，若是行道，如是不离。正三七日，我自献身，至其人前，无定安慰，令其开悟。这也就是《楞严经》的本文呐、啊。那么，因为这是文言文，听你甲地呢比较呢，你得较费精神呐、啊。何况咱汉字去常念嘛，所以呢，咱日本搁念做笔位哈。安尼呢，你就我都了解这经文是讲啥呢？好，注意听。阿难啊，亲像这样，在末世时期，以清净比丘、比丘尼，或者是在家白衣、喜舍布施的居士，内心灭除贪爱、淫欲，修持佛道所戒定。以清净戒律，在道场当中发菩萨大愿，凡是出入这道场的时阵，必定爱舍益洁身，昼夜六时必须自省，专心办道，静坐反闻自性，日日夜不睡眠，经过三七日二十一天。我自然会显现佛身，到了迄个人的面前，抚摸伊的头顶呢，而安慰伊，使令伊的心地呢，能开悟。这段的经文，安尼对听一遍有明白啦吼，这无介困难呐。就是讲，你好啊，在这末法时代，所有比丘、比丘尼。爱在家男众居士，你女众居士啊，你有心要灭除你贪爱甲淫欲心呢？会记啦，听佛祖话，佛祖制定所有戒呢，你要持有清净。同时伫这道场内底发一个菩提心，行菩萨道理呢。同时身心爱清净啊，哎啊，该失业就失业，出去的时啊。仙姑才有发出这个啊，无讲这臭汗酸味啦，
哦，身心爱清净。当时伫个昼夜六时的时啊，这行道呢爱专心呢，反闻文殊性，爱明心见性，作为修道的目标。那么如果那是呢，会当讲三七二十一天呢，好啊用功修行。哦，有法度讲三七二十一天，无困眠，无简单呢。那么会当修个心，一心不乱现前呐、啊。当下即家摩力一发一愿，我会用佛心向你的头前呢，给你摩顶安慰。佛祖的纯子慈悲手呢，在你头下顶安舍三念呢，搁安慰鼓励你。最后祝修的你呢，会当开悟自性呢。这段经文就是讲呢，好，咱注意听好哦。那么有一句这个专有名词叫做白衣断腕，好，什么叫白衣断腕呢？好，注意听，白衣断腕啊，是指着在家二将，断是断哪的感情，亦为布施。我就是指着布施人，因为布施而超越这贫穷的苦海，是故断腕是中印合称。一在家佛教徒之意，你注意清楚哦。讲白衣白衣是指着在家技术来讲，因为在印度风尚呢，在古印度时啊，在家人拢穿白色的衫啦，叫做白衣。这在家技术合乎人来讲，啊，这断袜是中国跟印度两款的文字的结合词啦，断。是印度话，叫做坦诺、断诺。啊，这个挖是敲挖，哦，因为咱这个在家技术平常时啊，知影人讲哦啊布施哦，那么能得到富贵，布施结善缘，布施为自己铺路，后卖当成就佛道，福慧的圆满呢。布施能超越以后的贫穷善家，唔免进入你这个善家贫穷苦海内底呀。一超越哦，安尼叫做断越的意思。你注意，好，佮听好。以上所讲啊，这个修道世界清净啦、啊，心灭除这个贪淫啦、啊，就贪爱佮淫欲，甚至上念这个楞严心咒呢，或者是昼夜六时呢，行道回光返照。甚至无困眠呢，这一切一切最后的宗旨就是叫你开悟自性，证成菩提的方便法门啦、啊。你就了解啊吼。虽然简单讲，咱修道啊，就是为了明心见性来啊。修道那是为了要见性成分呢。我讲修道啊，你会当唔免修啊。这就是三界内，伫享受你的福慧就好啊，唔免出家修行啊，啊免在家修啊。哦，在家好啊，办一寡有意义的这个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就好啊，安尼唔免修行啊。哦，办只公益事业对社会国家有利益的，迄个修福。你谈出世解脱，这无为解脱的八界地位呢，尚有一段距离。所以修福报是佛法的部分之一啦，慧有哪爱修？要修慧就是八界智慧啊，六百卷的大八界经啊，经典就是开发咱的智慧啊，让咱智慧当现前啊。所以佛叫做福含慧圆满人，叫做福慧两足尊啊。开悟正果非常要紧咯、哦，先爱明心见性。所以运用这个开悟这个圣经呢，人伊老人家讲了几句话哦，来咱注意听下。开悟圣经云：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十八界，皆将自性起用，自性欲邪，起十八邪，自性欲净。七十八种，若恶用，即是众生用；
善用即佛用，好讲真阿沙哩，真干脆利落啦。哦，伊讲咱的绿色、黄色、紫色、深色、意色，哦，拢做这绿色呢。伫咱绿根出入啦，哦，像咱的颜色，透过这个耳根呢，透过这个眼根呢，看到外口的形形色色啦。叫做绿色出绿门，然后见绿尘呐。三乘十八界，就是绿根、绿尘、绿色。哦，这个绿色出绿门呢，分别一切境界，了解一切声尘，了解一切绿尘的境界。咱前五十八界有一界限呐。哦，眼有眼界，耳有耳界。哦，嘴子有嘴子的界限。哦，咱心有心的界限，前后都界啦。那六根、六尘、六色，咱前后个十八界啊，界界不入，我就拍成一片了。所以呢，你若当六根、六尘、六色拍成一片呢，融会贯通呢，无所界限的说法呢，这人会入到伊来。注意听好哦，伊讲这六色，就耳色、眼色、色色。心识、意识，这个六性呢，出于这六根呢，看到外口六尘的世界，咱称呼个十八界啦，百分之百正确。这完全是咱的自性所起用啦。哦，难道离开你自性，六色仍存在吗？其实六色也是一性尔，名词无同款尔，就是讲一后水啦。这后水呢，伫巴肚边个个落六坑呐、啊。这六坑流出来的水啊，外口的水含内底水是百分之百同款。离开内底水，外口这六个坑流出来的水呢，都无存在啊。水干是汤尔，六坑六个作用，六个作用在乍看之下，那亲像呢，拢无相通，有结合无？可是一开悟正果的圣者呢？六根会当何用？无所障碍。所以六根其实那开悟见个人干一根尔。六色那开悟见个人其实伊只是一色尔。一色能演化六色，安尼就清楚吼。所以唔使讲，讲生六色，出六门，见六尘，如是十八界。该将自性启用啊！难道这绿色会当离开你清净的自性吗？百分之百无法度。听有？讲你自性那起邪，不端正，偏去错去歪去，有污染呢。自性那邪，就起十八邪。啊，你自性那清净解脱，端端正正呢？自性正。就起十八正，哦，甲浓缩甲浓缩，甲分析个怪，个刮个刮刮刮刮，刮刮个修道等下呢，个伸缩自如啊，哦，开悟见果就是呢啊，心正一切都正，心邪一切都邪，你的心来作为歹恶个作用呢，就感召众生的脚步啊。那么你的心那个容易善用起呢，后卖就成就佛的作用啊！佛厉害开悟圣者，讲出这惊天动地开悟法义呢。那么要结束以前，如本再念一遍啊！注意听好，开悟圣经人，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十八界。该将自性起用，自性欲邪，起十八邪；自性欲性，起十八性。欲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哎，你注意，看来有了解吼、哦，哎，甲注意讲起啊呢。所以修行，我常讲，拢总一个迷宫尔啦。这个面甲晒未过、脱未过、闪未过呢，安丢掉啊，入陷阱啊，啊，做凡夫众生啊，
心个正就无代啊嘛，真难讲个啊。修持八正道，就八关的正动受用啊。你若去八关的邪用呢，你八项当拢邪。那六根、六尘、六性呢，你若完全一徛伫正个立场，解脱立场出个点呢，安尼十八正。你若起邪就十八邪。去恶用就众生用，去善用就佛用啊，差这面共尔，拢都是一念心呢，安尼最清楚吼。所以经典唔再讲一句话，伊安尼讲啊，一念清净成正觉啊，有无啊？有，咱就是无得一念成正觉，所以呢，伊才做凡夫众生呢。是讲三世所有的诸佛，就是一念清净，所以人的成就正觉。同款理由，开悟祖师这话就讲啊，自性那是邪为者，就起十八邪；自性那正为者，就起十八正。用的问题呢，看要善用还是恶用，还是邪用？哦，要庄严用，还是呢富贵用呢？富贵用呢？事在人为啊！好，最后听好。咱咧修道就是如何呢？将这自性的众生给度尽，这才是修道人伊面对的现实啊！如果现实自性的众生无个度尽呢，干那一度外口的众生呢？哪怕是度尽了所有众生，你还阁是凡夫众生一格啊！大家都成佛了，你也未成佛，为了你也未成佛，自性的众生无道尽呢。所以呢，讲众生自性自度，佛不能度，是一百分之百正确的。再话联想到呢，六祖大经，也是六祖慧能大师呢，人家就人家讲几句话咯。伊安尼讲，六祖大经云。何为自性自度？即是自心中邪见、烦恼、无知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啊，殊不知地打破无知迷蒙众生，高高自度，邪来正度，理来恶度，无来地度。恶来善多，如是多者，名为真多啊！吼吼，大快人心啊！渐渐见血啊！好、哦，一语道破啊！无唔对，伊讲何为自性自多啊？简单，就是讲咱自己心内以邪见甲净化，邪见烦恼无知。这拢总是自性的众生，你爱用这个正见来度啊。无知就是对代志无了解啊，邪见就是歪曲执着无端正，用正见来度。既然你内心有正知正见咯，当然你度啊，就用你大法界智慧呢，打破内心的无知邪见的众生啊。然后一个一个诶，度好伊呢。来入佛道，成就菩提。安怎要讲话啊？当你的心邪时，用正来度；你的心那迷惘时，用这个魔来度；你心那无知时，用这智慧来度；你心那起这个恶毒心、恶念的时，你用这个善来度；你心那起是非的心。哦，你就用这个种种的善法度过你内心的是非之心。你的心来做共嫉妒，做共妄妒呢？你就用随喜的心来对度。哎，你最清楚哦。啊，你的心来起魔心、外道心，你就用佛道、用菩萨道来度。如果那是安尼个度的位置呢，是名叫做真度啊。哎，你最清楚哦。所以啊，六祖老人家呢，讲话啊，
拢非常干脆利落。咱听你甲地呢，唔再大快人心。连呢王写的金句无二说啊，所以呢，真正众生是对，伫咱心内。所以呢，伫课上本嘛讲啊，讲众生无边誓愿多，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拢总正确。这叫做四弘誓愿，度外口的众生，这无唔对，这还叫做度人利他的代志。菩萨都爱做的部分，但是一部分你无做了，爱自度自利，家己超越家己，净化家己，超度家己。安尼就一个反倒同我讲，自性众生誓愿多，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哎，你注意清楚哦。所以呢，内功啊、外功拢有作用。这功不是功嘛的功哦，功是功夫的功呢、啊。哦，功德的功呢、啊。内功、外功拢要兼顾。想度他人，咱也要度；利益自己、超度自己，爱做。这款自度自利。度人利他的工具呢，上面的工具当然就构成菩萨的条件。阿难往往呢，拢自度自利，伊无度利他度他，伊间过一面无圆满。那么做菩萨的以上，以后要成佛呢，不然爱独善其身，所以爱兼善天下，化小爱为大爱呢，这才是所谓呢菩萨道行者伊心目中。伊所爱做工贵，你注意清楚哦。所以结束以前，咱将六祖坛经伊老人家呢讲个话，搁念一遍哈，有听无？六祖坛经云：何为自性自度？即是自心中邪见、烦恼、无始的众生，将正见度，既然有正见，使不切地打破无始迷惘的众生，个个自度，邪来正度，迷来魔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多者，名为正度。你自己怪有清楚哦，哇，那怪有清楚呢。时间已经到咯，如本想要讲的当中，哎，无情的时间呢已经到，会见下。咱明仔在楞严经呢第145天同个时间再会。